打开你的 LINE 之后，选择要下载的照片底下会有下载，然后点选，然后就可以存在你要放的位置，然后存档，它就会开始下载。好，那我们再测试下载一张，下载，存档，那它就会下载。那这个是照片的收集，那收集完之后，我们可以先看一下。那底下会有尺寸4128×3096，表示它的解析度。那这个是4656×2620，这是它的解析度。好，那这个就会比较高的解析度。那收集完之后，我们再等待会的处理。